let's go. Let me spit my game. Bravo. You know that this room got me. Hi, 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早上的7:55，快要8点。然后我今天要跟我朋友他们去六福村，就是六福村有那个万圣节的活动，万圣节墓碑镇吧，好像是。明明万圣节已经过了，但是我们想说这样应该比较不会那么多人，对。然后我现在差不多要出门了。赶快来拆箱我的道具。我昨天晚上大概11点、12点才去领哦。哎，它比想象的小很多哎，我这个枪为什么这么可爱？整个这样子全黑有没有？然后再加上这个枪，是不是柯南的黑衣人？其实不是。好了，我要出门了啦。好，压刘海，不要动。哎、欸，这个枪嘲讽感十足哎、欸，而且、欸、好小，超小的，小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。Watch for them bottle caps on the floor. Puts me in the mood for something more. Cause you're on my mind. 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是那个吗？那个吗？那个吗？你是那位吗？我是蔡佩。哦哦，那我认错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是威力王，谢谢哦，不好意思。白龙啦，是白龙吗？不是巧克力工厂吗？要下棋吗？险哦！你真的是要去抢银行的吗？嗯，我先养军师，我才能抢银行。我抢一车。Go, let's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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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拉拉队啊！后面那个好恐怖哦！真的。Tokyo， 根本就不是。啊是啊。白龙。白缺，你要对弈吗？踏实亮，踏实亮。我等一下，如果腿软，你要
糊哦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坐第几个？早安，应该是午安。我前天去参加那个六福村的那个墓碑镇的万圣节活动，回来我就直接睡死。我本来想说跟你分享一下它里面整个万圣节的气氛，结果真的是超级爆炸累，超级多人，每一个都要排队。我们总共才玩到火山历险记、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不太需要排，很快就进去了。激流泛舟、小的云霄飞车，对，只玩到四个吧。九点多出发，十点多的时候进去，一路玩到大概七点哦。所以我们这中间真的是疯狂的在排队，连买鸡排都要排队。就是人超多，可是他那万圣节气氛真的蛮好的，很多人都有装扮，像我们扮纸房子，也会有人来跟我们拍照。然后因为现在不能出国嘛，就想说不然去那边看一下游行啊，就感受一下迪士尼的感觉。那游行也真的是很挤，你就是要想办法排到很前面，不然基本上你是看不到的。我们下午的游行有看到，但是下午的游行我们刚好站在很边边，那边是不太需要挤，但是主表演的地方不在我们那边，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很多东西。晚上的游行因为人实在太多了，然后一整天又一直在下雨，所以晚上的游行我们就没有看。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还蛮好玩的。回家我真的是累到爆炸那种，晚上睡觉前抬腿我都可以抬到翻车，就是抬到一半我就睡着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现在是大概早上的11点，然后我今天要跟我朋友去吃一间在中山双连那边的一个港式餐厅，但也不算港式，它有卖一些什么打抛猪，就泰式的，要每天餐式。对，那我现在要出门了。鸡蛋饭，然后酸奶的炸鸡，还有一个
鲜虾的河粉，还有两杯这个泰奶双麒麟，上面有这可怕的樱桃，化学樱桃，然后还有点一个菠萝包。大家，我回到家了。我刚刚去领了一个包裹，这个是我在韩国的朋友寄来给我们的包裹，然后里面有包含 Debbie 跟依琳的。我现在要来开箱。哦，总共有三个。这个是我的 Flora， 好可爱，它用这个分别包装好哎。我来拆我的。这是一个惊喜包的概念。首先是两个乐天的 Pepero 巧克力棒，它是跟那个 Kakao Friends 联名的，好可爱哦。它是 Ryan 对不对？是吧？我只认识他。再来是哦，保湿的面膜吗？温和保湿面膜。嗯，镇静哦。这一款是好像是镇静舒缓面膜，对，两个面膜，这是眼影盘吗？天啊，应该是哦。哇，是眼影盘，哎，很漂亮哎。总共是十色眼影盘，然后主要都是比较大地色的。再来是，哇，超多的，是一个唇膏，看一下。这是我单擦一层的颜色，这个看起来颜色蛮深的，但擦上去不会，稍微是不是有一点点雾面？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哦，这是气垫呢。最后这个是一款气垫，这个是他觉得很好用，然后蛮持久的，也不会脱妆的一个气垫。但因为我现在有上妆，所以我之后如果使用的话，再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感觉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双十一买的穿衣镜，全身的穿衣镜。我现在来开箱，因为我家没有全身镜，如果我要穿衣服照镜子，我就一定要去厕所或者是我房间。但我房间那个是化妆镜，很小一个，然后厕所的又只是半身而已，所以我就在双十一的时候订了一个大的。Sending you things I shouldn't do, cause you're on my mind and I can't sleep tight. And I know that we're talking night, but it's not that type. I don't want you to love, cause I'm fed up. I can never be enough for you. Oh, I'm fed up of this. Cause you're my best dream, worst night.
完成，这就是全身经营它完整的样子。然后它是旁边有角度可以调整的，你可以往上调或往下调。然后它下面是有附轮子的，但是我现在没装，因为我没有特别要移动它，而且最近地震很多，我怕一地震它晃动还怎么样的，所以我就先没有装轮子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这样我以后换衣服的时候就有地方可以照镜子。